的环境。我在北京那边泡过的。所以你去不去？上上，不是陪我，膝盖的你最好的茶的那股。今天可以跟他们一起。最好的。这个膝盖的情况。洗澡的。我明天再来。坐到师大那啥价格都是不一样的。我明天再来洗头，主要是想洗头。你明天我泡的茶最高的一泡应该卖了1800。最便宜的也是98的，最便宜的是一公斤。看来这个底层武生有钱的多。基本上我现在已经不值钱了。拍照片吧。对，回去再研究吧。我给你拍照片就没问题了。哎，夏老师，喂，完了，手机肯定没电。泡茶就是提到你这种水平要泡多久？泡多久？提到你这种水平。有些东西呢，不是说用时间量给你的，而是在于你自己。有的人就像一件东西，有的人把它学会，老师定期的是。有的人5天能学会，有的人20天也学不会，只看你自己用没用心。要说用心去做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把时间缩短，不受时间限制。而且只是用时间来做的，那么，多长时间你也不一定能做到很好。你做任何事情呢，要把你的灵魂、把你的心情、所有的全部感情投入进去，这样的话你没有时间限制，你都可以做好。你就得看。对了，没电了。学得快的，这事情的时候真没有这时间概念。基本上你要是再用心学的话，这个茶泡茶的程序，你有一个礼拜能把它学的基本熟悉。对茶的颜色呀、气味呀这些东西，你要是学的话，喂。是你挂的，我跟你说这个，你要是下次上武当山来做什么特写之类的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武术家，让你拍一些。